这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，他前面说近代学者啊，梁漱溟将《地藏三经》中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和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判为伪经。啊，他说仅有《地藏菩萨十轮经》是真的，因为他们是根据译者的出处，《大藏经》中确实查不出译者曾经译过此二部经的证据。他提出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请问法师，这样判别对不对？这是学者们的判法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，续佛时缘，我们所依据的是依据《大藏经》。《大藏经》里面有，我们就可以学习；《大藏经》里头没有，那是不是真的就靠不住了？啊，总的《大藏经》里头有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典收进大藏经是要经过当代些高僧大德的审查啊，他们认为这是真的，没有意见才能够收入大藏啊，如果他们认为里头有问题的，这个经决定不会收入大藏经。那么从前收进大藏经的手续很麻烦啊，经过很多人的审定之后，认为没有问题，再呈送给皇帝，皇帝批准，这才能入藏。啊，最后那个权在皇帝手上，啊，皇帝不批准呢，就不能够入藏。啊，所以他经过许多高僧大德的审查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依这个《大藏经》，至少要依龙藏以前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靠得住。现在人搞的大藏经啊，哎，你跟我很好啊，你写几本书，我把你编到藏经里头，没有经过严格审查，啊，所以就很难确定，啊，它是正是邪，啊，是真是妄，不容易确定，啊，从前这个标准非常严格。这是我们学佛从前老师教导我们的，啊，我们要选经啊，读诵也好，研究也好，讲解也好，决定要选择《大藏经》里头有的。啊，没有入藏的，那就顶多放在做参考。啊，参考还是辅助的参考，不是主要参考。主要参考就是注解，都是藏经里头有的。啊，人家那个注解的时候，能够这个入藏啊，都是这个过去高僧大德认为他的注解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，才能入藏。啊，那么世间学者呢，那是另当别论啊，他有他的说法，啊，我们不需要去理会。如果你自己觉得问题，你不学这个经就好了吧？不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这佛经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学这个呢？啊，你觉得哪个没有问题，你就学哪个；你认为这个有问题，不学它就好了吧？